去卡户，你现在在 Meet 欸，你要先跳出 Meet 才能去卡户啊。那先要挂掉？不用挂掉啊，你直接按中间那平板中间那一颗圆圈圈，然后去搜寻的地方打卡户就好。老师，我一直看不到你。那你退出再进来，因为我看我这边是正常的，而且顶论有进来了，所以应该是可以的。老师按哪？老师，我可以随便打个。放在学校怎么上卡户，现在就怎么上卡户。嗯，老师，我这边网络不好，搞不好会很久才会进去。好，因为现在雨乔跟顶论都在里面，所以应该是可以的。而且昨天我充电嘛，插头都超烫的。因为用了一整天啊，昨天上整天。亚娜也进来了。尚恩，你有上线哦？看到我们的朋友叫恩，那个是你吗？尚恩，密码多少啊？对呀、啊。8626928。八点四公分，达轩你可以吗？我找不到那个。你要换的是我们的怪物。要换啊？不能换的是你要给我，我们是第七，后面还是较短。题目跟昨天一样吧，不确定。我今天用电脑了，不知道会不会还是一样要看荧幕。18公分。吕玉萍，你上线了吗？为什么还在施工？上线。太久没有玩过了，我有点 K A H O O T， 它上面就有了，还太久没玩。那昨天哦，你昨天请假，就一样啊。去搜寻的地方打 K A H O O T。你说哪 H O O T？ 你平常怎么搜寻？拜托。有吗？先用你的有了。我是幼师助理，去哪里搜寻这一个，或者是这一个，这两个都可以。不会的话，问你哥一下。哦，平常在教室又不是没用过，拜托。也需要你的大头贴是那个先第一步哎，超可爱的。一二三四，我的是六尾跟阿罗拉六尾跟那什么。一二三四，管他的。Hello， 一，哎，尚恩，你跳出去了，你的卡户。我太久没有那个进去这里面，我忘记了。你跟我们打，可以，对，可以。我们的朋友就，算了，可以让他。不然我们的对啊，朋友叫恩，叫恩什么？什么意思？叫我们的朋友。他就是乱打而已，不用管他。亚瑟可以吗？直接在搜寻的地方打卡布。我知道。可以教你妹一下吗？我教她很多次了。有吗？亚轩呢？他那个。迪尼努恩已离开。迪尼努恩已加入。我是密码是多少？我是那个密码是多少？86269928。密码？就是我们的朋友叫恩，怎么又是这个？我是什么？86269928。86269928。好啦，亚轩，你名字打完，我们就开始哦。哦，今天有比昨天快一点点。我说上线的速度。我还以为老师你说了今天的呢，像这个卡户的很快打的名字。没有啊，一样15题，但这个是你们早上最弱的单元，年月日。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们好像只有七个人？七个啊，子庸跟 Noah 请假。奇怪，吕双他去哪？
他只要没有在那个后面，好像都是这样。他等一下进去就好了。我等雅轩进来，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谁跳出去？谁跳出去？哎，没有啊，就上了。五个人，雅轩，你名字打好了吗？不要再想那么久了。少了一个人呢。尚恩，你可以回去了。好，那我要按开始喽。好。吓死我！有声音吗？有他的声音？有。哦，有是不是？有啊。一年中有几个月是31天？嗯。几个月哦，不是那个月哦，是加起来总共几个月？老师，他们只有叫我们选那个三角形什么的啦。所以你题目可能要回来我这边看，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分享会变成这样。那你要回来 Google Meet 看。我看一下我们一年。31天。一、二。我觉得应该要看我们的这个，但是要作弊拿拿答案。你要知道考试如果没有那个你要怎么算哦？你要用你万能的小手，万能的小手，他什么都可以。我去，四个人选对，还要除了新佑是用附件以外，另外三个对的是也是看附件吗？我是用猜的，用猜的，难道用手？我没看附件，那还有一个对，我都没有看。我没看附件，我是用我万能小手。万能小手，对，万能小手。小手手，课本是教手指。我是用我的手。这里是1、2、3、4、5、6，所以这样已经4个月了。然后8月呢，又回去这边8、9、10、11、12，所以又3只。4只再加3只就是7只，所以总共7个月。拿出你万能的小手来算。北星又不用算哦，如果就是考试是没有附件可以给你看的。好，咋用啊？好，下一题。所以你用那个猜的还猜最高分，91的99的18，太夸张了。好。7月有几个星期又几天？不用看日历，你只要想7月总共是几天？是30还是31？7月有几个？这里可以答案。对，7月有几个星期又几天？跟他们一样，跟他们一样是多少？好，你是有状没说跟他们一样，我问你答案要跟他们一样。选完了是不是？继续看。你又要看附件，看附件你看得出来几个星期又几天吗？就是看不到的字太少。真心要请你学会不依赖附件。你的乘法背得很熟的话，应该根本不需要附件了。一公吨三公斤，我算错了。一公吨三公斤，还有两个人。一公吨155公斤。不，现在我看答案的。为什么都只有六个？谁一直都没有在里面？对啊。来，对的是谁啊？举手，我看一下。什么？这一题你的荧幕上告诉你你是对的哦，雨乔，所以另外再秀你连看附件都没错。好，这一题七月有几个星期又几天？七月是大月还是小月？雅娜，再来一次。雅娜，这咋比呀？
大月。对，七月是大月，大月就表示它有三十一天。我们先来看答案，答案是你也看答案喽。四个星期，因为一个礼拜一个星期有七天，七乘以四等于二十八。那刚雅娜说大月有三十一天，所以二十八还要再加多少会等于三十一？二十九、三十、三十一，所以还要加三天，所以答案就是四。四个星期又三天，这个你只要很熟悉，七月到底是大月还是小月，根本不用看月历，因为你的题目应该没问题啊。七乘以四等于二十八。那有人选到三个星期又一天的七三二十一，二十一加一等于二十二，才二十二天，二月都有二十八天了，怎么可能？而且我们上课的时候有讲过，不管哪一个月，就连二月，一个月都是大约四个星期，因为二月刚好二十八天，七四二十八，所以每一个月大概就是四个星期。选三个星期还有两课，三个星期课。我选四个星期又两天。好，那也那呢？这还好。好，下一题。平年的二月有几天？平年哦，看一下数学习作。这看附件没有用啊，你要知道平年跟闰年。我看的是数学习作。郑新佑，你没有必要这么依赖答案吧？这个很基本常识哎、欸，可以让，请你把所有东西都给我抛开吗？这种东西还要从课本找答案，这不是最基本的东西吗？选那个黄色跟绿色的，小心一点哈、啊。我刚前一题还在检讨。玉萍起来，不要躺着看，会近视。坐起来。为什么每次到六科？还有一个人，我还在找，还在找郑新佑。你给我直接看答案是哪一个？还没找答案，这题需要找吗？很简单呢、啊。欠骂是不是？这个题目你跟我说你要找答案，二十八。你又不是这个时候请假，你上这个单元你在啊，小姐。时间到了啦，等你来不及了。这有什么好想的？哦，不是一就是二。三跟四不可能，因为二月是我们最特别的一个月份，它的天数就是很简单欸，我已经对了。明年就是二十八天，这根本不用找答案，郑新佑、嗯，连这个都要找啊？找了九十秒没找到，请问你是要去哪里找？要找答案应该是去数学课本吧？哦，这个很简单欸，九十秒就过去了。这么简单，一个人选错，选到二十九天，二十九天是闰年，平年就是正常的一年就是二十八天，闰年二十九天。郑修，你随便猜也要给我猜一个答案，你找了九十秒找不到答案，真是！你给我把你附件跟课本都收起来。好，人家都知道要怎么算，按你嘞，你有在上课吗？嗯、绿沙，你这单元这么强、就是嗯，好，下一题。饼干的保存期限是十六个月，十六个月是几年又几月？千万不要给我选红色，选红色就死定了，因为你们都会给我很奇怪，就选红色。十六个月不是一年又六个月哦。不要选红色啊！嗯，这个可能会，你们要想一下下。不，但是他不。臭蚊子，敢叮我！嗯，我还没有选。只有四个人写完，他也
老师，你有那么快吗？怎么了？我还没有选进。他直接让我退出。为什么？不知道。我想说，为什么只有四个人选完他也可以？我还在想。对啊，因为他只有四个人啊，表示你们不是只有七个人吗？对，所以有三个人被他退出了，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我先说这一题。答案不能选红色。那老师，我还要再进去一年有十二个月。每天在写作业的时候都很习惯会选直接写一年又六个月，因为十六。错，他问你几年又几个月？尚恩一年有几个月？三又十二。对呀，那答案比的好清楚。一年就是十二个月。所以你要用十六去减十二，十六减十二等于多少？玉萍，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李玉萍，睡着了。他过网了。没有，他刚刚还拍他。十二个月。我刚刚有看到，不知道有一片，有一片女生有举十六减十二等于。你说什么？所以会有。四个月，那你减掉的十二就是刚刚好一年，因为一年有十二个月，所以答案是三。这个他问你几年几月，就是一直减十二。如果是三十六，就是先减十二等于二十四，二十四再减十二等于十二，十二再减十二等于零，所以答案是三年。所以你就是要一直。让他去减十二，然后你减几次就代表几年。像我们刚刚十六只减一次十二，就表示他只有一年。那你剩下的四就是四个月。好，下一题。我先问一下，我这样子没戴耳机，声音会不会比较小？不会，要正常。不会。好。哎，尚恩这一题下去了。为什么？老师，我好像有办法进去了。你进来了吗？没有。老师，我在那个第三。老师，我怎么在最上面啊？欸、是。老师，他直接让我重新输入。那你重复我的，你八六二六九二八。八六。二六九二八。进入了吗？啊、不早晚的人就可以先写这五题。雅娜可以吗？他让我预备。跟你跟我一起。哦，因为我还没按、啊，所以当然是预备啊。好，那就你好了哈。那我要下一题喽。还请。女品是回来了没？一台洗衣机的保固期限是一年又六个月，也可以说是几个月，跟刚刚一样，不能选十六个月，一年又六个月不会等于十六个月。一年又六个月，一年十二。我都听到你们的计算过程。啊？是用加的，而且还是……嗯哼，哼。老师要小心啊！为什么？那你不要进来 meet， 你直接手机出问题了，还是你的平板出问题了？你如果直接去卡户会，凭什么？如果他直接去卡户可能会好一点。娜娜，那是他记得号码吗？为什么全部都关镜头啊？应该是刚好看那个吧。没有啊，你一讲就开了。所以还有谁还没选完？李玉品吗？雅轩。在线上的都选完了吗？开镜头的那四个都选完了。雅轩。你们四个选完了。三万，你选完了吗？
五个答案，只剩八秒。八六二六，那应该是李玉萍没选吧？这两题不用抄题，居然只有三个人对。啊，我说不要选十就可以，看题目直接就可以了。看题是四跟十五上面。这一题对的举手，看一下。啊，呢？我刚刚都还有听到计算过的。另外两个对的是谁？玉萍跟丁顿。哎，玉萍，你这题怎么算的？那我给你，我是没有捡到，我没有错，我没有用我的手指。不是，你要给我算式，我不是问你用什么工具，你是算式，你怎么算出来答案等于十八？老师，不小心猜到。猜到，亚娜怎么了？给你六分钟哦，还是不行。给你六分钟哦，那你直接看荧幕，然后比你的答案给我。六分钟，好。然后这一题，刚刚我都还有听到有人说一年十二个月，然后加法，然后这已经非常清楚明了了，居然你们没有 get 到，一年十二个月，所以十二个月又六个月，就是表示十二再去加六。十二加六就会等于十八，所以答案是三，十八个月。好，下一题。玩具展从十一月八号到十一月十九号，这样总共几天？他没有给你月历哦。小姐，我要上去一下吗？八号到十九号，这样几天？你说前面有题吗？对。前面五题不是已经自己抄题过了？我再看一下。为什么剩三个了？是我还没有算，他就直接这样了。对啊，为什么他这个是怎样？一直退你们出去是不是？我刚才没有选题。亚娜，你有算完吗？因为我有看到你在比。这一题的答案是 okay, 没有人答对。八号到十九号几天？用你的手指头算啊，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这样十天了。十八、十九，十天再多两只，所以十二天。我觉得应该算你们没算完。然后就被退出了，不然应该不至于没有半个人对。好，下好，他从二月十二号开始学儿歌，学到二月二十号，一共学了几首？一天学一首。老师，我刚退出重进了，所以密码我忘了。八六二六九二八，八六二二九二八，八六二六九二八，六九二八。呀，那如果你换一个名字进来，可以吗？还是一样不行？为什么又剩四个？我们前题写好的人，这一题对的是谁啊？仅存一个，呀，那也对，因为他是算给我的。评论跟玉品同时举手，应该只有一个对吧？好，这一题他说一共学了几首？其实我二号到二十号，十二到二十一样啊，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这样子刚刚好九个月，你的两只手就可以。不是九个月九天，这样子你刚刚好就可以算出来了。而且亚娜其实她刚答案超明显的，直接给你看，就是九。
因为一天一首，所以九天就是九首。林玉萍，你再玩，我就直接把你踢出去。老师，我进不去。他只有你要换一个名字。为什么你们都不能进来？我需要重新吗？那你跟雅娜一样，直接告诉我答案好了。哦，嗯。哎、啊，你现在刚刚的题目是？老师也好强，画在手上可以吗？可以啊。他说世运会从7月16号开始到7月26号结束，一共有几天？这题有陷阱。如果你用计算的话，有陷阱。还有1分20秒。我只是这个。好，新又可以。冰冻冻一碗，奶奶可以。冰冻冻一碗，你们应该等一下晚一点再告诉我答案，不然其他人会没有没算看你的答案。老师，嗯，那可以等这个题目结束的时候再比吗？可以啊，可以啊。所以应该还有一个人没作答，是谁？为什么他有时候又很快，有时候又很慢？好，居然只有两个人答对。哦，是。嘉欣又跟雅丹四个。这一题这么难吗？一样派出你万能的小手。直接16、17、18、19、20、21。如果说有题，就是刚刚好两个人也有选的男生，因为26减16就等于10，所以你就会选10天。但是你这样子数会没有数到16号，所以你要加一天，答案是11。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子到底是他什么时候要减？很不清楚，你就派出你万能的小手啊！老师，如果是16、17、18、19、20、21、22、23、24、25、26，所以11天，手是很好用的工具哦。那脚呢？你脚不好算啊，你要用脚也可以。亚娜怎么了？假如有十，那如果是十的话，就不是那个。16的话，那一天没有算到吗？对啊，如果你是用计算的，26减16，你算的是它之间的间隔，就等于你没有算到16号这一天。然后下一题，你脚趾头不好操控哎、欸。还有迪伦上去喽。好，姐姐从6月7号开始研习5天，研习的最后一天是几月几号？从7号开始参加5天的研习，奶奶跟心又晚一点点再告诉我答案。3、4、5、10、14。怎么又剩三个人？这个对的是谁？你们这单元真的是好惨，我没有按下去，他就直接这样子了呢。对啊，所以我说他很奇怪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在家都会这样。我的网络一直卡卡的。呀呀，那你是六月几号？我只看到6月。6月11号可以。这一题的答案是6月11，一样用你可爱的小手，7、8、9、10、11，所以6月11号。然后如果你选到6月12，那一定是你用加的，因为7+5=12。可是这样你就会没有算到7号，反而多算了一天，因为你算的是它的间隙空隙。所以其实我觉得手比计算还要好用，因为计算你要很清楚的知道现在到底是要加一还是减一。好，下一题。雅文从10月10日开始出国旅游8天，最后一天是几月几号？10月10日开始出国旅游8天。1、2、3、4、5、6。
七八七七。你如果用计算的，你要想一下是加一还是减一哦。这咋比呀、啊？老师，我用手比你背，你给看。你比日就好，月不用，因为月都一样。嗯哼。吴玉桥，现在是换你躺着了吗？你们还没？我比了好久。那个是正方形吗？因为很要你直接比数字给我，日的数字。你看他有时候又好久，有时候又好快。还有一个人没做完是谁？四是十九号吗？星佑。对呀。错。耶，太我错了。你们还有一个没做完，剩一秒。一秒。只有一个对，你们老师是我，可怕。哦，对，我还有加雅娜两个，没有比较好。我就知道十八号一定很多人算，因为十加八等于十八。不是，是我对了。你的你全部都有一个人选过啊？我旅游八天，所以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这样是不是就八天了？所以他只到十月十七号。下一题开始，请你用手算，不然为什么错这么多？用手指头算，不要用计算的，因为你会不知道加一还减一。像刚刚星佑十加八十八，他还加一是十九，所以请你直接用手指头算，那是绝对不会错的，除非你老师他们又没算那个十了啊，他们又没算第一个十的，对。好，星佑没有在里面，还可以第二名。好，下一题。爸爸从四月二十五日开始出差一个星期，最后一天是几月几号？谁算那么快？月二十五开始出去一个星期。请你们要算，不要每次都用猜的，然后我问你都回答我用猜的好吗？不然回来我就直接考这个单元。二十五号开始出差一个星期，你要想清楚一个星期有几天哦。老师，比答案吗？等一下。比一二三四就好。雅娜，你是比一吗？我先比月。哦，月，你比选项的一二三四。好，星佑我看到了。啊，这题你看用手指对的比较多人吧？对，雅娜对，答案是圆形。四月二十五开始出差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有几天？顶嫩。七天，对，一个星期有七天，所以你就是从二十五号开始算七天，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雅娜四月有三十一号吗？没有，所以接下来就换五月的一号，刚好七天，所以答案是三五月一日。有一个人选到五月二日。等于你去了八天哦。好，下一题。哦，这一题终于分数有变。好，下一题。你就换了。思云从七月二十八日开始环岛旅行，到八月四号结束，这样子总共花了几天？从七月二十八号到八月四号，这样子花了几天呢？二三四。你要先知道七月到底有几天哦。等一下，你先。
怎么又剩三个？哦，耶，怎么那么奇怪？对的，老师，我还没有按的时候，他就直接我知道，老师，我都还没上完，他就直接给答案了。这种每次都会有五个或三个的区别。他这一题就是问你，从7月28号到8月4号一共有几天？七月是大月还是小月？雨乔，大月。对，大月表示他有31天，所以28、29、30、31，这样4天了。然后8月1号、2号、3号、4号，这样加起来总共就是8天，所以答案是圆形的8天。然后下一题，电脑展从1月26号开始到2月1号，这样子总共有几个星期又几天？你要先算出来它总共几天，才能看它到底是几个星期又几天。好，雅娜跟新佑也对，所以这一题对六个人。1月26号，我第一个先出哎、欸，我是位置。1月26号到2月1号就是26、27、28、29、30。一月是大月，所以它有31，然后31我还没有32，所以你这样我先不听，然后就全对加一个2月1号，7天，刚刚好7天就是一个星期，所以答案是3。好，下一题，欧亚轩上来咯。从8月1号到9月30号一共有几天？这个完整的两个月不用用手指头，你只需要把8月有几天加9月有几天算出来就可以了。完整的月份我们会用计算的。你们真的很依赖复检。好，新又对。老师，我到最后那个答案那边再比。好。他把我退的。他把你退，怎么他一直退你们，好烦哦！退到影片那里，我喜欢看的影片那里。没有影片，你在看影片，浪费电。好，这边要怎么算？雨乔，八月有几天？31。八月有31，雅轩，九月有几天？到他写的那一天有几天？九月有。你看一幕，我说这里有几天？九月有30。对，八月一号到九月三十是跨完整的两个月。有是对吗？八月到8月31号总共就是31天。那9月1号到9月30就是30天，所以31加30等于61。有是这个吗？对。所以答案是61天。好，我们把最后一题一起算完。怎么多一个吴小姐？
好，寒假从1月21号开始到2月10号结束，一共放了几天的假？有一点点难哦。几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你们这样子数的时候好认真哦。黄色，五点接触。老师他把我退出了。那你等一下一样告诉你答案是多少就好。为什么一直退出你们？好烦哦，这个。No， 那我按错了。好，老师，我最后再比可以吗？这这，好，心佑，我好比。哦，心佑，我看到了 ，OK 吧？为什么又多一个玉瓶？可以。那老师，我好了吗？那我先现在比吗？可以，我先看一下，剩五秒、哦。嗯。好，这一题的答案怎么剩两个人在里面？这一题的答案是21天，刚刚上恩30天，应该是少算到一月有31天，不然就是21忘记算。21开始数，21、22、23、24、25、26、27、28、29、30，这样刚好10天。可是一月是大月，等于它有31天，所以你要在31这样子11天。然后2月1号到2月10号就是刚刚好的10天，所以11+10=21，所以答案是圆形的21天。好，我觉得这个颁奖应该不准了，因为你们几乎都不在里面。但是玉萍有第三，雅轩二，那第一是我是第一次第二名。对，你们为什么一直都会被退出？这好奇怪。亚军，心佑还有四哎，吴小姐是雨乔吗？所以吴雨乔有两个账号在里面。好，那我们这一节课上到这边，等一下请你35分的时候回来上体育。9:35。对，9:35。